刚刚看了霍哥和恒哥的，我真的可以感叹很久，因为当时因为我们在后台看嘛，就是感觉其实我要学习的还是有很多地方。对，至少我觉得你刚才和于淼的那个 Baby Boy 宝贝男孩也很不错。宝贝男孩，宝贝男孩，对啊，这种宝贝男孩，宝贝男孩，你知道吧？其实算是一种新的舞风的尝试，宝贝的舞。对，挺不容易的。我觉得就是当你们以前跳什么，就那种脱钻看看你跳这种舞，真的你都会了呀。要不来一个。好，人家可是大孩子呢，人家要面子的了，现在。那你们的骑士精神我也觉得不错哦。是哦，因为我感觉那个对，真的很快。这其实一开始是真的特别的很绕，又烫嘴，然后烫嘴怎么了？你不喝开水了？有点压力。然后其实越听越佩服蔡依林前辈，她真的是唱的特别好。对，我们之后是一直听的。对，但是我刚在台前我也很怕我嘴瓢什么的，真的节奏很紧很快的，我感觉真的是有记忆点的，我不听还是很有记忆点的。但其实说了那么多，舞台也看得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呢有一个神秘的 VCR， 对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，一起来看吧。高三所有的时间都得放在学习上。选择是什么？选择就是创造吗？我们可以让音乐社重回全校第一的位置。我是新任学生会会长傅永哲，学校社团鱼龙混杂，梁勇，以后你找音乐社。这学期开始，每学期考核排名最后的两个社团将强制解散。你们难道没想过，现在就解散音乐社？谢阳，音乐社已经没了。分享一些小礼物嘛，但其实后面还有很多
家长没有拿到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特别的小东西。大嘴老师，麻烦上一下，谢谢。这是什么呢？就是这种玩偶。对，这些礼物我们会直接扔给大家。对，小心点，有点重。但是大家要小心一下，这个上面有这个金链子，有铁环啊，大家要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不是上瘾了，应该 OK 的。我们送很多，不是，那结束还好吧？结束的话，大家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舞蹈的舞台时间了。舞蹈时间，我们为大家带来是我们的组合单曲《I Know》。来的。哎，不是他，准备，什么？雷声，啊？直接下灯，来自动换场，对不对？可以，好，快点，好，谢谢。毕竟待会儿还要唱 idol， 对不对？许个愿望吗？小博许个愿望，对。快点！刚才那个吉他伴奏，我觉得你明年应该排一次，对不对？好，明年就应该闭眼许愿。好，三二一，一定要许，祝孙一航哥哥越来越帅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白。好不好？说说这个。好哇！好，这蛋糕我已经拿来吃好吗？我们待会儿再吃。对，什么厉害？这个辣的，他叫挨弄的好吗？哎呀！好，跳舞了。挨弄，你还要唱？你哭得唱啊？因为刚才我哭的时候，我一直在后面讲，不行，我待会儿还要唱后面的人，我不能哭，小博，我也哭了。OK， 带着哭腔唱挨弄吗？我去，我也。好，我们开始。好，随便。人生中还有风景，要努力充实自己，准备
少人